中央社记者许志为台北18日电北医大今天表示，2017关渡艺术节将于10月6日登场，今年以绘剧为主题，邀请亚太区多名艺术家和团队参与，希望艺术节成为国际台湾与亚太的联系点。台北艺术大学今天举行2017关渡艺术节记者会，宣布10月6日由卑南族宝桑部落和北艺大师生共同演出开幕节目，今年以绘剧 Rendezvous 为主题，象征来自世界的艺术动能向北艺大绘剧并向外绽放光芒。台北艺术大学校长陈凯煌表示，关渡艺术节以地区来命名，很多人以为只是学校活动，但其实北艺大是扮演开启者的角色。